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这个北沟溪这边，应该这边水浊的啦，那溪流就这样。我看到那边，那边是我们的垃圾回收厂，你看那个垃圾直接丢下去，啊，到时候河流冲刷不是冲过去，真的很糟糕啊。说台湾什么回收率很高，其实有一些地方你看不到而已。那个垃圾它会捡起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捡起来几率很低。现在掉下来了，你要再捡上去吗？对不对？真的是，不然其实这一条溪其实还算是。算是还保有一些原始的地方。这边的溪流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短浅型的。看那边，那还是一堆人在那边丢垃圾啊。垃圾从那边丢下去，是再也捡不起来了，就是冲下去的啊。昨天是有下雨。所以这条溪这边就是顾床的遗址。北沟溪小支流，那没有。这边应该是也没什么雨，整体来看，下。好啦，这边的溪真的看起来蛮惨的，北沟溪啊，再往上去，看看交汇处了，那溪真的是很短浅，超级短浅的溪。啊，那边已经是同林了，它的溪流，这一条比较清澈。啊，它这一条这样子会过来，然后上面那一条，上面那条是浊的，其实还蛮不错的啦。到这边应该还没有算进店。对啊，上游那边是，然后那一边是溪流下，两流汇流处，然后住户还可以住这么靠近溪边，还不错。这一条应该是中坑溪，然后那一条应该是北坑溪，清澈的。不过这个固床也设太高了吧？Hello， 这一条是北坑溪，在那个农委会里面，它是有公告这一条溪是禁止钓鱼。不过我看起来那个溪好像也没鱼也不多了，因为它可能常年都是干枯的。那边有看到鱼，零星的鱼啊。好吧，那我去下游吧。哦，靠的，不行那么多。腿够长，不然累。
这里还有个梯子，好心人士的梯子，哎呦，谢谢借用一下。哇，还要穿过丛林，垃圾一堆。OK。垃圾是被人家倒下来的，哇，上面倒下来，刚刚有看到一个倒下没拍到。这有鱼耶，哦，而且还是西哥，西哥。这量还不少呢，吼吼，红猫，它水其实有点雾雾的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。哎，我要马口，马口，很肥呀。马口鱼，对，你看那个石兵在咬啊，这边鱼的数量没有想象中的多了，而且很多都感染黄吸虫。这个小马口鱼的，啊，再往上看看，其实应该都有鱼了，有许多石兵的嘴巴是磕痕。这应该是大水过后的石冰，那好多有鱼啊，那好多有鱼啊，如果这个都没有鱼的话完蛋了。这西哥，典型西哥。
哦，红猫，天气现在比较热的，红猫很漂亮。哦，这里又一条，这边也很漂亮，都追新的，啊。超级漂亮的红猫，哇、啊，红猫都真，真、啊、鬼，很漂亮啊。没有什么感染的、啊、红鸡腿。这一种就非常有机会。啊，大麻，几大只？哦，红猫超多，还好掉到水库里面。往放油了，加油，拿上去。这尾是西哥，鱼不会摇了，哎。这一条，这个大水来应该蛮多鱼的。七哥，七哥，这个人就比较，这个还是有干的红鸡的。OK。哦，这个比较健康 ，OK。马口鱼这一条，看一下，这条是七，对，是七哥的 ，OK。西哥看起来都 OK， 哎、欸，没什么感染、啊。奇怪，怎么下面那一段感染那么多？哎、欸，为啥？哎呦，要修，丢啥？有阿福了，靠，要错赛。那个阿福跟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嘞。啊，要修，哦哦。野栖大肥福，
产卵了。虽然你不属于这边的，也不能这么说了，因为已经残留很久了。哎，就去吧，继续繁衍吧。有人问说王基龙会不会跑到体内啊？不会啦，那么夸张，你又不是吃。我们是伺机祭祖啦，不太可能由伤口感染。你可能吃那个中间祭祖螺肉啊，没有煮熟它有可能感染。它不像肺吸虫那样子啊。阿福在那里，所以我也有感染红吸虫。哦哦哦哦，还真的摇嘞！慢点我，小哥，你不会摇哥？又是阿福，哦，大西哥，这感染到人家头皮，妈妈，太恐怖了啦！再处理下去会死掉，没办法了，可能真的会死哦。这边也有石兵的那个咬痕了。